走，快走。今天我们又回老家了。好啊，今天中午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吃？去买点菜。买了一点土货，媳妇儿。好的。爷爷。哎。大声一点。哦，听到了。哦，听到了。到家了，媳妇儿。哎。看那个番茄好巴适。来了。哇塞。哇，这个番茄好美哟。嗯。这个番茄才甜。好甜啊，这番茄。这两兄弟回家啊，玩得特别的嗨。好的。这两个黄瓜好黄噻。皮箱。哇，你看啥子活路嘛，快点刷。走，快走。这些活路自己干的吧，拿过来。今天中午多拿出来给你吃。要得，谢谢老公。今天回家我们就吃土黄噻啊，这种只有农村人吃得到，对不？在外面很难买得到吃。先把黄鳝炒一下啊。这个黄鳝炒起好香哦。媳妇儿。哎。看这个安逸噻。安逸那个。打。谢谢。没事的。来吃饭。来了。还有黄鳝。哎，爸爸吃菜了吧？来。是吧？老公已经很久没有煮饭给我吃了，难得呀。来，一定要好生品尝一下。只有在农村才吃的。嗯，好软嫩啊。那很可口啊。哎，我觉得你的厨艺真的比较埋没了，要随时发挥出来，晓得吗？因为多弄饭了，你这个饭应该很好吃的嘛。想要弄红烧肉。你自己学着弄，只有自己煮。你想做，我喊爸爸教你，晓得不？吃饭很。蒸鸡肉我觉得可以啊，蒸鸡要蒸到火锅的，就是火锅才好吃。我们屋里哈肉都煮不下来。那就黄瓜油。吃饭了，先吃饭了。来，干一碗。你看那礼拜天回来了，一家人好闹的嘛。嗯。是啊，闹的。对头。对头啊！我就是对头。看早点回来。哎呀，工作找到没有？